我现在来到的是明子峡，我们在走明子峡游步道。那这是我去年没有走到的地方，因为去年都掉光了，就不下来走。那我今年安排了一个半小时来走这边是绰绰有余，去年可能不到一小时吧。反正这里是很值得一来的地方，整个枫红超美的。沿途都很适合拍照。